社会独唱组的第五组三位选手方同学，然后这位是我的乐手叫哲远。那我现在压力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刚上一个唱成这样，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曲，它的作词、作曲跟原唱都在现场，就是薛振廷老师的《年》。那就是会选这首歌，其实是因为我一听到这首歌的歌词，就很打动我。然后这首歌我其实也很想唱给，就是从我开始唱歌以来，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很支持我。然后就像这首歌歌词讲的，就是我还是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唱的这首歌，对，那就送给你们，送给你们，好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
yeah.